南投埔里牛眠社区噶哈布竹叶祭，主人敲锣引火唱祭歌的仪式，就是要迎接祖灵一同与族人参与。今年已连办9年的牛眠噶哈布叶祭，不仅让当地族人逐渐重视这项传统文化，每年也吸引越来越多外来民众前来共襄盛举。我觉得台湾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公民社会都有责任跟义务去保存这个文化。然后，因为我知道他们一直都有很努力的在保存他们的文化，所以就今天一起来共襄盛举。那我们一直延续，已经到今年已经第9年了。那这个期间呢，我们的参与的人数也一年比一年多哦，所以说我们会一直把这个传承延续下去。今年牛眠噶哈布夜祭除了在26号傍晚正式登场外，祭前的酿酒、腌肉、捉大鱼以及制作阿拉桂等传统习俗，其实也早在夜祭前就开始进行。同时，今年也正逢平埔族入埔200年纪念，祭大员专班也特别设计课程，让学生透过影像记录来了解更多平埔族群文化，并将这些作品在今年夜祭中展出。其实我刚来祭大的时候，其实对平埔族完全就是陌生。其实透过这个课程，就会可以更了解，其实在埔里的平埔族人。当初在规划课程的时候，觉得我们原住民同学虽然他是原住民，不过他们对平埔族群很陌生，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摄影来让他们跟我们埔里的平埔族群的族亲有更进一步的互动。我们透过这个摄影展，同学各自有不同的主题名称，然后各自去了解平埔族群的聚落文化空间或者是人物。牛眠噶哈布族年纪相关活动来到夜祭时是整个活动的最高潮。今年除了有暨大原装班摄影展的加入外，整场夜祭过程也尽可能的大量使用族语来呈现，来让更多人看见噶哈布族复振文化的努力。原视新闻 NO 南投埔里采访报道。